寶島手透透單元，這個禮拜帶您到台中，看看東勢要怎麼比呢？台中手語東勢，兩個指頭捏起來往內動，東勢把东的两指跟势力的笔法结合，就变成了东势的手语。东势这个手语，另外一只手要不要放下面都可以。还有，因为东势呢也是养鸭著名的农村，手语也可以用鸭的手型往内动。三个笔法，这样您都记起来了吗？